我有接到咱这社区议会这个吼、哦、新年的贺年吼、哦，我接到的时吼嘛、哦、是，那安尼已经桥已经通啊咧，吼、哦、啊，搁用旧的这个吼、哦，这嘛是断桥咧。啊，咱这个华人吼、哦，啊过年拢爱提新的贺个贺年呐、啊，啊结果迄是断桥，我是感觉甲无好啦，搁无妥当。希望咱社区议会搁重新搁做一个新的这个跨港大桥这个贺年安尼好不？啊，无，阮是要用这断桥贺年啦，吼、哦，拜托一下。哇，夸张吼！嘿，夸张，嘿，断桥贺年，刚刚那不吉利。嘿，老威啊啦，好未？好吧。好，谢谢。你们。你会感觉讲，你那不用新的啦，没有机会啊。因为真正遐较妙爱哦，啊，用迄长条的，不吉利的，你的自己伤钱。用这较新的、较吉利的好心的。好，谢谢，谢谢村长。谢谢。啊，对安尼啊，即即届咱首府议会啊，做这春联，有倒位敢那较无适合的所在吗？啊，没啦，还好啦。还好哟，啊，你感觉这桥安尼，你感觉安那？这条不是较早的，对啊，所以即马新桥拢做好啊。新桥啊，新桥那也无新，那也无做新桥的。对啊，用旧桥啊，恁就感觉讲安尼不吉利无？这条桥是放落。对啊。会安尼感觉吗？有新的那无用新的。是是啊，那不用新的安尼哦，用新的是不是较好的感觉？对啊。
啊，你像咱你看到安尼，感觉什么款？啊，这个当年还用这条。是哦。那个歹。用新的较好啦吼。好，谢谢。就咱这机会吼，发咧春联的问题啦。什么呀？春联啊啦。讲谁那不用新桥，那用旧桥安尼。啊啦。讲不吉利呀、啊。旧桥。系呀。我跟你讲吼、喔。嘿是。当然我们是要迎新送旧了。但是有些人很怀念以前的桥的图样的好、嗯。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虽然要迎新送旧，但是我们至少缅怀。今年是它的启用的一个12月18号，启用是12月18号。啊，我们之前已经做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缅怀的最后一年。是啊。啊，对的。啊，我明年就会用新的桥来做另外的一个风貌出来。啊，这个当中就让他们去比较。哦，对不对？了解，这个就让他们去比较啊。这个并不是旧的就不好，让他缅怀我们以前为什么旧的桥为什么会断？你了解之后，啊，你看了旧的之后，你会去迎新的，明年的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会不一样的面貌出来。对，都是我们愉悦的构想。对的，我们原来的构想。好，谢谢李市长。对，总干事。